它的状态类似液体，可是它却有这种晶体的特性，那要产生这种液晶态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有这种液晶态，基本上你要有高度的这个几何意向性，所以说就说你这一个材料的分子的结构要有高度的几何意向性，不是说任何的东西都有这一种。加热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中间态，就是说不是任何东西加热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液晶态，不是这样，要有高度的几何意向性，就是它的结构部分，它的分子的结构，什么叫高度的几何意向性，你可以是棒状，看棒状的东西，长宽比，差异非常大，这个高度的几何意向性，另外说所谓的这个盘状的像一个盘子嘛或者说像一个药丸像一个药丸这种叫棒状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大家是这样那盘状的话像一个药丸这样子就是说它分子的结构这是我们的这个示意图啦当然你分子结构的话，基本上一定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嘛，一个它的一个结构上那我们在物理做物理研究的话，我们一般只会就它的几何形状做探讨至于它详细的这个化学的结构的话这话我们物理系部分比较去少去探讨到等于是比较偏化学系的部分所以说什么叫液晶？就是说它是一个固体加热的时候，加热到液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中间态，这是它的状态，类似液体，可是它却有晶体的特性，什么叫晶体的特性？晶体有什么特性？什么叫晶体特性？它可能有，双折射特性，晶体有两个折射率，所以说，既然它有晶体的特性的话，它表示说这液晶有双折射的特性。另外的话，晶体有所谓的介电的意向性，就是说它有两个折射率